剧《红云港》对现代戏中京剧舞蹈城市动作的创造进行了有益的尝试。主人公红嫂上山挖野菜，发现了受伤的战士彭林，最后呢，她依然用乳汁救活彭林，并将他隐藏起来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红嫂的内心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，运用了一系列的舞蹈动作，形成了这出戏独特的艺术特色。我原来在青岛工作，也是从江苏省借到青岛帮忙，后来就留了青岛了。在1964年省里全省挑演员，就把我挑来了，说给我一个这个重要任务，就20天要完成。是什么任务呢？就是红嫂。当时我觉得红嫂不是他们直播搞的吗？他说现在重新组班子，完全归省里头重新组织导演啦、舞美啦、这个啊作曲啦什么，在省里头重新，那么演员也要换。但是呢，这个也不代表青岛，也不代表直播，要代表全省完成这个任务。当时呢，就20天，北京已经是白虎团已经第一轮已经演完了，我们红嫂说是第五轮。当时我很紧张，20天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就参加汇演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呢，是应该说啊，完成党交的任务，让这个施光南呢是帮着来搞红嫂，把什么唱腔整理整理，因为他们那个剧本还没出来。不能把人家请来了没事儿干，这样子呢，最后这一搞就是让施光南帮着。当时我接受不了，因为咱们没接触过这个钢琴啊，怎么弹呢、啊？我说我听的怎么不行，不习惯。我说我听的好像蹦蹦跳，就每天这个施光南就用钢琴这么弹，我就先小声的跟着哼了，完了以后呢。我就放声，我放声唱唱吧。哎，施光南，哎，张老师，你还挺能跟得上。就这样呢，整本把原来的唱腔都推翻了，都是让就施光南。当时也很紧张，预备要去到北京要去拍电影了，在车上还在那改。确实，我也是那时候我已经50出头了，当时也很紧张。这个为了要把这个电影要拍好，这个是上头交的这个任务嘛，那还得完成啊。所以到了白纸上，续一把蒙山柴，炉红火旺，添一瓢颐和水，情深意长。当年红嫂中揉进了沂蒙山小调的二黄唱腔，至今仍在许多戏迷的耳畔回响。主演张春秋凭借着红嫂这一艺术形象家喻户晓，红遍大江南北。观众朋友，熬鸡汤的唱段呢，最早的时候啊，唱的是四平调，在参考江凤山先生的曲谱之后改成了二黄唱腔。当张春秋一遍就将这段脍炙人口的唱腔淋漓尽致地唱出来之后，作曲家施光南被蒙山柴颐和水传达出来的情深意长打动了。